我哋咧基本上今日就会有一个简单嘅介绍，讲翻 MRL AED 嗰个使用，同埋究竟 AED 点样可以配合埋 CPR 一齐系可以救到突发性心脏衰竭嘅病人。咁我哋都会有翻一啲心脏嘅简介嘅。咁至於 CPR 嗰 part 咧，當然啦，在座各位比我哋任何一位同事都更加熟悉㗎啦。咁所以當我哋介紹到 AED 要用啲即公仔做 demo 嘅示範嘅時間咧，會揾在座各位幾位幫手一齊做。你哋每人嘅心口而家都黐咗一張嘅 label 啦，就分開咗一、二、三、四嘅。咁到時咧，我哋會係將你哋分為三至四個小組一 team 人。咁咧就再去教翻點樣去做 AED 嘅。而家第一 part 咧會由我哋同事阿 Paul Chan 去負責嘅。係，大家好。咁首先同大家就係温習翻咩叫突發性心臟衰竭同埋一啲心臟結構 function 嗰方面嘅嘢嘅。首先講翻啲背景資料俾大家聽啦。有98% 病人係因為缺乏即時急救而死亡嘅。而香港大概平均每年有1000個人死於突發性心臟衰竭，而78% 嘅病者病發之前咧係冇任何先兆嘅。而根據統計咧，平均病發嘅年齡係65歲，但係睇落好似係65歲，其實咧係差唔多任何年齡嘅人士，即使有強壯嘅心臟、強壯運動員啊各方面，佢哋都有機會發生突發性心臟衰竭嘅。咁咩叫心臟衰竭呢？其實就係當個心臟係停止正常跳動嘅時間，而唔能夠將血液輸送到身體各部分。咁佢唔係話唔跳動，只不過係佢失去咗平時嗰個跳動嘅功能，所以就輸唔到血出嚟。咁而心臟衰竭通常都會喺毫無先兆嘅情況之下病發，而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，病發嘅人不久或者會即時死亡嘅。咁心臟病其實固然都係引致到突發性心臟衰竭啦，譬如你話中風啊，可能佢會有機會有少少先兆，就喺手臂啊，或者頭暈啊，或者點情況。咁但係如果係突發性心臟衰竭嘅話咧，佢係冇任何先兆嘅。咁而其他引致到突發性心臟衰竭咧，就包括窒息啦、觸電、瘀溺同埋嚴重失血都會有咁嘅情況。而突發性心臟衰竭比較危險嘅邊一班人呢？主要就係50歲以上啦。自己同埋或者家屬曾經有過心臟病、過肥啦、煙酒過多啦、精神緊張啦、高膽固醇啦、高血壓啦，咁香港有好多人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喎。咁而家嚟緊呢 part 就主要講翻大家同大家温習翻心臟嗰個功能啊、個結構各方面，好簡單講一講。咁其實我哋個心臟咧就好似我哋個拳頭咁大嘅啫，咁佢主要就係分開四個胸室嘅，就係左心房。右心房、左心室、右心室，中間有啲心瓣就做一啲阻隔嘅。咁血液嘅循環運作就由好心臟好似個泵房咁樣，將啲血液咧就泵到全身，咁將啲養分同埋氧氣咧就送到身體每個部分，而帶走一啲廢物嘅。咁以下呢個圖咧就好簡單 review 翻嘅情況係點樣做。咁有氧嘅血液經過肺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會入到去左心房，左心房跟住入到去左心室。左心室經過一個壓力咧，就會泵翻出嚟到身體各部分，而各身體各部分吸收咗養分之後咧，冇氧嘅血液咧就會循環翻去個右心嗰邊，咁啊入翻去右心房、右心室，跟住入翻個肺，喺個肺裏邊血液攞咗個養分嘅時候咧，咁啊重新做一個循環運作咁樣，咁個人咧就有個生命嗰個跡象出現，就不斷喺度。泵個心不斷去俾啲血液啊、養分嘅身體各部分。咁其實另外都要講翻心臟嗰個傳導系統咧。心臟其實能夠將啲血泵到身體各部分，係全靠就係話收縮同埋鬆弛，即係好似我哋上壓同下壓咁樣。一般嚟講，如果個心泵出嚟上壓嘅話咧，大概佢會泵到75% 嘅血液出嚟。其他25% 咧就係鬆弛嘅時候再泵埋出嚟。咁其實心臟係一個係好有規律咁一個收縮一個鬆弛咁啦，其實主要靠心肌上面一啲起搏點同埋一啲傳導系統去發出啲電流，令到個心去跳動嘅。
咁呢啲咁嘅電流，呢啲咁嘅頻率，其實我哋大家都好熟悉，可能就係引申到我哋叫 ECG， 就係一個叫心電圖啦。咁你見到個心啦，到綠色嗰度咧，就係話差唔多個心，我哋叫 SA6， 佢差唔多就要發啲電出嚟啦。咁就一路一路咁傳落咧，咁就會引申到我哋而家好正常。你見到隔離右邊有個圖案咧，就好正常嘅 ECG 嚟嘅，應該係大家在座各位而家個情況嚟嘅。咁當心臟傳導變得紊亂或者唔正常嘅時候，會有咩情況發生呢？咁其實咧就係心跳嘅速度同埋節奏變得唔正常嘅時候咧，或者停頓咧，咁佢就唔會有效去泵血出嚟，咁就會引致死亡。咁另外跟住咧就會同大家講翻一啲叫 VF， 我哋叫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或者 defibrillation， 咁稍後就會詳細講翻係咩嚟嘅。defibrillation 其實佢個學名比較長，佢叫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。咁我以下我簡稱叫去纖法。咁去纖法係透過一啲去纖器，即係 defibrillator， 咁去發放一啲高能量，令到心臟嘅肌肉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全部停頓翻，咁俾心臟一個機會重新去跳動同埋活動。咁但如果各位有屋企有電腦咧，曾經試過一啲叫單機嘅情況啊。咁其實你部電腦可能冇咩任何事都冇啊，但係突然間會單機。咁如果單機嘅話，通常係點樣做法呢？咁通常都可能就係 reboot 翻佢。咁其實 defibrillation 或者係去纖法咧，都有咁嘅原理，就係我俾一個好大嘅電流你落去，將你紊亂嘅心率鎮壓住，等唔出聲，等佢定曬，跟住咧等佢重新去 reboot 過。睇下有冇機會去出翻一個比較正常嘅心率出嚟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係做 defibrillation 或者係電擊嘅時候咧，佢唔係話所有心臟衰竭嘅病例咧都會可以電擊嘅。咁心臟衰竭咧，其實都會分咗兩種心率嘅，一種咧就係可以電擊嘅心率，一種咧就係唔可以電擊嘅心率。咁只有喺可以電擊嘅心率嘅時候咧，去纖器先至可以進行電擊嘅。如果係 AED 嚟講，即係自動去纖器嚟講咧，佢就會提示你去電擊，如果唔可以電擊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會叫你電擊嘅。咁喺心臟衰竭嘅初期咧，其實病者會經歷過一種叫快速而冇協調嘅抽搐動作，我就叫做心室纖維性顫動，頭先講嘅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就係 VF。咁佢嗰個情況係點咧？人嘅心咧，本來都係咁樣跳動，但係突然間，如果你係去咗叫 VF 嘅情況之後，就好似如果你有食過啫喱之後，將個啫喱倒咗出嚟。那個心咧就係咁樣震動，咁樣震動咧，其實佢就唔會幫到你泵啲血出嚟嘅，佢只係喺度震動嘅啫。咁去纖器或者係 AED 自動去纖器咧，佢就可以偵察到 VF， 咁佢就會界定為一個可以電擊嘅心率，咁佢就會提醒你去做電擊。咁咧呢個咧就係一個 VF 嗰個心率嘅情況嚟嘅。咁其實佢一啲好快速而完全冇協調嘅心室嘅電流活動，咁心臟嘅傳導同埋跳動咧都變得好亂，咁心臟基本上就唔能夠正常跳動，咁所以佢唔能夠正常跳動，唔能夠泵血出嚟，所以個病人咧係會有脈搏嘅。另外一個可以電擊嘅心率咧，就係我哋叫做心室心動過速，叫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VT。咁其實佢主要都係講一種係心室嘅肌肉係高速自主收縮，如果速度太高嘅話咧，佢會令到血液咧唔能夠足夠嘅時間流入心室，係影響嗰個循環運作。如果係能夠盡快使用去纖法終止病者心率不協調嘅抽搐動作咧，咁我哋就會有效地將佢啲血重新泵翻落病人嘅身體各部分。咁如果我哋叫心室纖維性顫動，即係 VF 唔能夠盡早接受去纖法嘅話，心臟唔協調嘅活動咧就會持續10分鐘度大概。